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旗鼓站》，我是黄培硕。昨天的台股了，真是跌了1417点哈，昨天盘中跌到1400，期货跌到1500点以上，那一个大黑 K 棒哦。不过昨天啊，我说昨天那个关键就是那个多空大概要表态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你再稍微下来就不行，因为那昨天已经到最临界了。那今天直接下来，这样你看它就一路下来哦。那这个等于是现阶段哦，已经在做一个全波段的修正了，然后全波段的修正很明显的，就是说这个4月29号这一天哈，这个之前这个地方，我跟你讲，我说这个地方。这个下降期型结束以后，它要往上走，这边也大概2000点，这一段你要把握。这是今年的过完年哦，新春开完盘封关后的第一个重要的关键转折，有没有？我说那个转折很重要，那个你一定要怎么样，全力来布局，好，包括期货、股票选择权嘛。好，那我说你要注意到哈，这个脉动推上来的那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键转折。就4月29号，我说就4月29号，这4月29号我们有抓到了，也抓到了。4月29号这个，我说这个是这个这一波上来以后的结束点，那个地方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转折，因为它那个转下来的话，你一定要大概要先避开哈，要先避开。有没有？那个4月29号，我们从期货来看哦，从4月29号这一天呢。不过这一天的话，我说它从最后一个推动，从15870上来，大中小嘛，大中小这个脉动告一个段落，好，这个脉动告一个段落。4月29，我们从4月29就是这一天呐、啊，就这一天，我们把股票，我们今日哦，4月29这早这9点半哦，这个早一早盘就把今日我们把所有股票都出清，这个波段的操作呢暂告一个段落，有没有啊？静待下一波的买点浮现，再来全力布局。好，这个是。今年的第二个重要的关键转折，好，其实那个都预告在前面的哈，同胞都预告在前面。那一天呢，哈，同胞那一天呢，就4月29号，它当天是涨这样。那这个结构，当然初期我们会看它下来是先针对这个脉动做修正嘛，有没有？那你修正到了这个地方，有没有？它先针对这个脉动，你至少来修正这一区嘛，哈。那它是不是很快就是这个脉动在这里？那这个脉动摆在哪里很重要哦。不过这个脉动，这一组脉动15870到17702，这个脉动摆在哪个地方很重要、哦？好，那你看哦，好，到了昨天哦，5月11号，它如果它是我说它如果 A、B、C 这个地方就大概临界点了，不会再下去了。再下去的话，就是它这个推动哦，这个推动这一组啊，这一组的话大概就是前面的脉动的一个可能就是最后一段，就最后一段，因为它已经没办法再扩延了。因为它这个拉回的话，如果这一段走完，它能够 A、B、C 回来还往上走的话，那当然这个地方就最关键。那它今天下来了，所以证明这个脉动都已经那都推完了。好，那昨天跟你谈，它推完的结构会长怎样嘛？推完的结构会长这样，就说它有两个结构，两个结构都在修正，一个是从这个是8268哦，这个、就要看到长线，因为现在在做一个全波段修正，我们就看到比较长的部分喽，不是只有短线的结构而已哦，不是只有短线的结构而已。长线你这个用8268到12998这一组结束，然后二，然后这边的话，你如果是三的话，它就还是结束了哈，因为它我说它这个这一段已经不会扩延，从15870这一段嘛，对不对？它已经不会扩延，它已经下来超过了嘛哈。好，那它这个12345，你先针对这一段。先针对这一段做修正，这一段哈，至少针对这一组做是三，那它当然修正，那当然这个结构它整理完都还有机会再冲一个第五大波嘛，或是说我说比较这是比较乐观哈，都是比较乐观，因为我昨天一样都昨天有给你两张图哈，5月11号，昨天长线从8268上来，它是123，然后这个小的整理完最后一段第五段短短的它是大中小，不过它大中小你要注意哦，那短短的它现在这一段也都结束了，所以不管这个结构。当然，这个结构长线来看，它会整理的时间又久，然后幅度又大。那如果这个结构它整理的时间其实未必说比较短，可是幅度就没有那么大，幅度就没有那么大，而且它拉一拉回来，它14是不会重叠的哈。比如说它怎么拉回来，它14是不会重叠的。好，那现在已经正式了哈，不过现在正式就迈入。就针对这个脉动，它是在做整理，做整理的。好，那整理的结构重点，现在整理的结构肯定了哈，它肯定是一个
推动往下的一个形态，它肯定是一个推动往下的形态。今天来到15027了，他说今天来到15027哈，那这个15027啊，他说今天来15027，这边有一个15063呐、啊，这个地方哈、啊，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15027，我们判断应该这个地方初步啦，对吧？初步会止跌，因为这种结构哈、啊，它的跌法就是像这个之前我们这个地方4月29，我们说开始要拉回，结果两天就来到这个，就这个大中小这个地方有没有？这个初步的目标区一到，你看哦。这大众它很快，它时间很速度很快。你如果说慢慢下来，它还是会在这一区，那一两天就到了啊。到了以后，它真的就反弹，有没有？到了就反弹，有没有？这一区是初步的嘛，它到了反弹，反弹以后，它现在整个又下来，那表示它就是在针对前面那一个拉回来，前面这个拉回来是针对这一段做修正，后面这个拉回来，这个是整个针对是全波段的修正。你要怎么看？你现在这可能是应该是往下推动啊，一个1、2、3、4、5这样一路下来的。哦，你知道 ABC 那个 ABC 的话，那就是针对更前面的大组的一个脉动了。哦，更前面的大组，我现在强调就是针对不管是这样的一个修正，或是这样的修正啊，它都是要修正啊。好、哦，这个针对这组修正，好、哦，或是针对整个全部段都修正，都是要修正。好，可是它当然修正的过程了、啊、哈、哦，跌升它会反弹，弹完以后再跌，啊，跌了也跌升再反弹，弹完也再跌。好、哦，所以现阶段的结构你一定要把它厘清，它现在目前的脉动。跌升可不可以抢反弹？可以抢反弹，是那个就要很精准，就要很精准，因为它现在目前的这个方向性，它不是像之前哇这个多头一路在你推，它现在这个方向现在是改变的，那改变了它现在是往下在发展，好，往下在发展没有关系，跌升会反弹，跌升会反弹，或是说它会先在一个区间震荡，其实今天来到这个点了哈，15027啦，如果今天来到这个点15027的话。其实它这个初步呢，我看初步也满足了，不过初步也满足了哈。初步我讲的是初步。其实这种个股的操作，你只要初步满足呢，其实就可以怎么样，尽量去找股票呢，因为拉回很深的嘛，拉回很深的嘛。那个股你要现阶段要怎么选择哈？这个待会我们再来谈，好，待会我们再来谈。好，那修正来，我们就看它再从17702上，不过这一下来，这到15027，这样马上这样没几天哦。其实已经2700点了，离4月29号我说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那一天呢，其实没几天了、啊，现在才5月12号，5月12号，4月29号，才不到几天了、啊，怎么才不到几天呢、啊？你自己看哦、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8天而已啊，哦，八天怎么样？怎么8天2700点啊？8天2700点，哦，这个整个拉回速度，说实在也是出乎意料的快了。好，比如说这个区间，我们看它会拉回，就是到那里是可以预期，可是时间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时间上有速度很快，好、哦，都有速度超乎预期的快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刚开始初步预期到这个地方会反弹没有问题，啊哇，再下来，这整个就全部段修正，速度之快了，好、哦，多速度之快。好，那现在重点的，不要多说废话了，那个都没有用。17702下来到15027，这个它是怎么样子推下来的？啊，你说它定 A、B、C 都没有关系，它定1、2、3、4、5都没有关系，这个不管你这一段跌升五段走完它的反弹，这个也是哦，这个如果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五段走完，它还是会反弹。那弹一弹了以后，你还要注意，应该还是会比较没有那么乐观的啦，好、哦，没有那么乐观，不是一个多头结构，因为整个结构长线都通通。这个整理，哎，这个是很强势的整理，这个完整理，那这个这一组哈，我说就算这是一组脉动，它拉回来整理，这个整理的话，你如果初步到了目标区的话，对不对？它可能还会区间震荡。哎，这个幅度真的很大哈。其实如果真正的区间震荡的话，那个你抓好那个整个，就是说整个满足区，然后再往上弹，那个幅度都很大，2700点啊。如果假设哈，我们现在比较乐观说啊，它只针对这一组做修正，好，那初步它其实已经就满足区就到了，好，等我初步满足区就到了，那满足区到的话，它可能在那边来来回回震荡的话，其实个股的部分反而这个地方你要更斟酌了，好，等我反而个股，因为尤其是电子类股很多跌很深的，之前我说电子不是主流，对不对？你要把主角配角你要搞清楚，到了今天为止，好不好？接下来你反而要注意的是电子族群。跌升的电子类股，他说跌升的电子类股，怎么说呢？好，那我们从各类股我们来分析啊，哈，那好，这个结构是长这样，
那因为这个区间其实有3000点哈，有2700点，将近3000点，所以其实就算说啊，他说他只是区间震荡，哇，那个行情还是很大，他们那个行情还是很大哈，台湾还是很大。好，现在重点就这一段了，你看它怎么推。那个细微波脉动其实很清晰，它是一个推升的推，这个推不是推升了哈，是一个推动的形态。可是这个推动的形态它是往下的啦。它是一个推动的形态，可是它方向是往下的，不像之前它是一个推动的形态，那个方向是往上的，不一样。那当然之前推动往上，它推完也是会拉回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推动往下跌满足，它也会反弹，好，都会的哈，懂不懂？都会，就那结构你要把它厘清，好，懂不懂？这结构你要把它厘清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部分有没有机会了哈？懂不懂？这玄玄这个超级任务，我说这个东西其实如果在那么急杀急跌的过程啊，你那个买卖权其实都很贵，也不适合进场。一定要等它停，发动的前夕，发动的前夕哈，这学学学的部分，哦，这个超级任务了哈，这个有一套资金控管的计划，好像之前我们都一路看多的，有没有？这种都是买在最临界那个点位的，那一上来是12.8倍、18.5倍啊，有没有？这是这个到这边28，这个地方你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发现到，我们其实从那个地方啊，十月底，这是在10月底买的，10月30号全体布局。欸，那我都买很远啊，表示我们行情是看得很远很远哦。可不，10月30在哪里？在这里啊。这个最低点12480是11月2号，我前一天买的10月30。那时候也是拉回来，我说这个要全力大涨。我这一上来就不得了，说12480到1700啊，这个3000点啊。3000多点不止啊，12480，不，我讲错了，5000点啊。12480，12480，超过5000点了。不过这个地方有没有？我说那个行情啊，会出乎你意料。好，因为它那种结构呢很特殊啊，尤其今年的行情很特殊。好，那果不其然，它一路在上啊上啊上啊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当然买卖权只能一个月啦，只能一个月，你一个月就结算，所以你这个一个月就结算了一个月啦。好，一个月，所以这个你要再看到一个月后的行情啊。好，这种东西啊，你我说那种短线转强转弱，大家都看得懂。比较中线的、长线的多空判断才是分析的价值。你要有那个眼光啊，比如说期权的部分，要有那个眼光看到未来一个月后它会在哪个地方。就如同我们4月29号看到说这个盘要整个大幅度，那一天4月29号其实上是那一天是创新高了。不过我一直跟你强调，上礼拜四那一天的17709，我说你注意听，那你可以随时去看那个重播带哈 ，To B 你去找都有。4月19号那一天是创历史新高。4月19号当天是创历史新高，可是我们把股票都出清，然后说它反转下来，为什么？但有迹可循的，什么这个东西都有迹可循的，好，不是在那边乱猜的，因为它大中小成型了，它大中小成型，这都有迹可循的，好，不是瞎猜乱猜一通的。好，那这个部分，那最近做的就是你看这3月19这一波，我说这一波也是。至少都还有一波嘛，有没有？你无期买，这不落了9倍，都还可以赚9倍，这都在39，39在哪？就最后这一段了，39在这里买的，39在这里买的，买了是不是有这一段？那这一段完了也是，你也要看到一个月后能够涨1500点以上啊，要看到一个月后可以涨到1500点，将近2000点了，有没有？那确实也上来了。好，那现在这个地方429，我们也精准研判说它要整个要开始拉回。好，那现在拉回到这个地方，不过这个地方哦，初步我们还是判断它。大概满足渠道，因为你看它看那个长线的结构，好，长线的结构有一组次级市场区是在那个地方啊，有一组次级市场区在那个地方，好，这些东西都是有凭有据有所本的，好，都有所本的。好，那有兴趣的，好，而且把这些东西学起来，好，我们跟你谈的都是有所本哦，这个是进化波浪战法，这有6片的教学 DVD， 好，你把这个讲义拿回去，然后把它看清楚，然后搭配着 DVD 一起看。好，搭配的 DVD 一起看，那这些东西应该会有所，大概会有一些看不懂的地方哦，需要可能我来跟你上课。这个年度的技术班哦，我每年大概都会办一次哈，人家赶快预约报名，因为每次都大概座位都爆满了哈，因为你太晚了又没位置坐，因为你只坐到太后面去，这个都你看每个人的上，他说这每个人上课都很认真，你要去，这是一。它是一整天的课程啊，你还要我还要给你考试的，不是在那边就这样枪你上就算了、哦。我把它全部都教会以后，我还给你考试，考什么试啊？我说你一定要有那个能耐，要有那个能耐把这个像类似这样的图空白的给你，你要能够把它像我这样把它标出来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哎，大中小，哎，它开始在这拉回，细微波有一个小1、2、3、4、5，
有没有？像那细微坡最后一个高点，你在这里，你为什么不要？为什么要再拖了拖了，给突出来这一点才要？因为它这一段至少有个一二三四五，很明显的。好，这些东西我都要给你考试的。那你要空白的给你，你要有能力把它画出来啊，把它画出来啊，画出来你就出塞啊，好，画出来你就出塞啊嘛，对吧？好，那所以你要赶快预约报名，你要提早这个上课，这个大家都很认真啊，很多大家都很认真啊，我很会教，你放心，我很会教，我一定把你教会，我一定把你教会。好，而且有七十几岁的老欧巴桑、欧弟上来也都来上课，很好学都来上课，我还是能够把你教懂，好，还是能够把你教会。好，这个部分你要把握哈，头部要把握哈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个股的部分来，头部那个股部分刚刚跟你谈到，我说接下来我会着重在哪里？跌升的电子族群为什么哈？头部为什么来？你看这个二十条出现我们，这我是跟你谈金融股，这时候是还至少还差一段，有没有？好，至少那它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？只要一个九波格局，只要一个九段的话，就大概有很有机会是某一个脉动告一个段落。那么这是金融类的，金融的有没有？我说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你看它这里是下来修正的，有没有？那是怎么看呢？那么你说一二三四五，它有可能是一个脉动，好，那是一二三四五是一波嘛，哈，一波二，然后三四五嘛，这样是不是结束？这加起来就是九波，只要加起来九波，其实都很有机会呢暂停，就这个脉动有时候是暂时告一个段落。你要怎么看都可以。你说啊，一二三四，然后五只一二三四五也是完了，也是结束了，好，不是完了而结束，就这个脉动很有机会就告一个，自己破线了嘛，有没有？或是你一二，然后三只一二三四五，然后四五嘛，一样，它加起来就有某一组扩延嘛，那一组扩延就五波嘛，再加前后一二三加起来就是九波了，就九波嘛，好，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波嘛，对，这九波里面就是有一段扩延，当然这个来看你要去定，你要符合它的一些指引跟理论架构嘛，所以你不能说啊一二，然后随便的一二三四五不可以这样，你每一段每一段它、啊、这正常就是这样啊，这是一组脉动了，但一二三四五了，这一组然后拉回，然后三四五了，大概是这样，你大概只能这样子定，大概只能这样子定啊，你要符合它一些铁律。好，那你看了、哦，所以金融股之前我说大盘都金融股在带嘛，因为它带完以后，它一下哇，整个大盘呢杀回来是不得了，杀回来是不得了。好，那电子的当然我一直说跟你说它不会是主流，这已经 N 次讲 N 次的不再讲。那好，那重点来，之前很强的来航运跟钢铁，钢铁的话四月十我说这个结构最完，那现在整理还在推，那现在推出去它又拉回来了，所以这个钢铁类股也是一定要整理，势必整理很久了。好，它这一出去整个扩容又拉回来，有没有？你看这种小时线就知道了。好，我给你看它小时线，这小时线你就会很清楚，它这个是三段式的，它是一个类似一个 V 波而已，拉回来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个就是大概需要时间整理。航运的之前我说它最强，运输类的这个结构有没有？它三至一二三有没有？然后又往上走，走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看航运的哈，说这今天的航运钢铁全面都跌停。那你注意看哦，2426的航运的，来看它日线。我说这边开始推出来有没有？这一组，这一个大概就一个结束，因为它是一个一二，然后这边有一组，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三段式拉回再上去，就是这个一个整理完。但长线看就是。见高点，然后拉回，创高再拉回，再创高就真的拉回。所以这个势必要，它其实马上拉回很深也不容易，它会在这个区间哈，会整理还算一段时间蛮长的。好，会整理还算一段时间蛮长的，运输类的。好，你要这段时间要操作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你要如果它跌很深，你要敢抢，然后上来你不要贪心，要懂得下车。它会在那个区间来来回回。做一段时间哈，这是运输类的。那好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运输类的？那电子类很多跌升的，你要怎么找？他说你要怎么找？我举一些例子啊，哈，来群创哈，他说群创，我说这个地方这一组，然后拉回来在三四，那至少五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封关前14块会去买它，14块嘛，好，买它以后它上是不是到这一段，我们是不是有出掉？拉回来我们是不是要买18.8？18.8它是不是很快到27？其实像这种18到27都是50%哦，你不要看那个群创，那个18到27都是50%哦，现股哦，有没有？这14到18出掉一次，然后这整理很久，这里再又18.8又买，要到27有没有？那个都是50%，18块到27块都是50%，赚9块嘛，都是50%的利润了，不是那种少少的。好，那完了它27有没有？那它是不是有一个急杀下来？我那天跌停嘛。有没有？我说这个你闭着眼睛先占买方，占买方22上去又是32，又是10块钱，又是50%，
同样又是50%。好，完了之后来，29号，同样29号，有没有？你刚刚有没有记住我29号跟你讲？我说这个就结束了，它因为它是破线，整个要拉回来。到了今天5月10号，大概在20.7。我说这档股票一样，其实我们过程拉回来，我们还有抢个反弹，也是都赚到10%，还不错了哈。拉回来我还是会注意它的买点，同样拉回来我一样要注意它的买点哦。3482，今天打到跌停，同样今天打到跌停，那这个结构。通过这个结构的话，你看哦，我们之前一路跟你谈，我说这是一组脉动结束，它这个 A B C 回来，这个回来我们还是会站在买方，有没有？因为整个结构我们看是还有机会，还没走完。好，我去找这一种，当然这是比较短线的部分，还有一些是长线的部分，有一些是长线的部分，譬如说哪些类似来，像我全店这一组走完，它拉回，那前面还有一组嘛，所以我都会找前面还有一组的，然后整理完，那这个也走完以后，它拉回很深的那一种。拉回很深那一种呢，都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的标的。那很深前面一个结构，有一个前提是前面要有一个出生段上来，拉回来2，然后这个3出去以后呢，拉回来4很深，那表示我们还看它还有一个第五波。那等于是你进可攻退可守，你这个一拉回来进可攻，攻来退可守，就是说万一它已经只有3段，你这个地方还抢个 B 波反弹，也就是说第一个你这个地方附近我们会去找买一点，就是说第一个做它 B 波反弹，第二个做它第五大段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就是说它进可攻退可守，进可攻第五大波，退可守有机会还是有一个 B 波反弹啊，因为它跌得够深，跌得够深。好，所以我们会去找类似这样的一个个股来布局现阶段现阶段现阶段。好，你要记住吗？因为如果说大盘大概就是这个，差不多有机会止稳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它可能会需要震荡一段，震荡需要一段时间呐、啊，一段时间。那这一段震荡的时间呢，其实个股你选的好了没有问题，好、哦，涨的涨，跌的跌，选对才有。好、哦，重点是选股，头部重点是选股。2436我全跌，4961的 KU 这一组1235走完，它也拉回，这边还有一组啊，好、哦、像类似这样的结构。啊，这边还有一组啊，这一组它走完了，我们都有知道，那1235嘛。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拉回，我们会注意它的止跌点，会注意它的止跌点。好、哦，4961天宇啊，比如说像这个普城也是，这边有一组，所以这边有一组，这也是1235走完了嘛？好，有没有？这个之前都跟你讲，1235走完它拉回嘛？有没有？好，629普城啊，像这个也是，这边有一组，那这个出去，然后这个一拉回一样，好、哦，类似这样的结构啦，都是我们现阶段跌升电子类股的一个布局的标的的首选。好、哦，布局标的的首选。那这个部分有兴趣的，赶快哈，叫我线上助理。年度的一个技术班哈，投过年度的技术班哈，这个你要赶快预约报名哈，座位有限，投过座位有限哈，要赶快来电预约。我们先休息一下。温馨的五月，韵达投顾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，感恩价520再加一，感恩价520再加一，倒数三天，速播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波浪有诀窍，进化才有效。黄老师经研多年波浪理论，首创进化波浪，更胜波浪。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，转动全世界，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。咨询专线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光辉的五月，温馨的五月，韵达投顾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。感恩价520再加一，感恩价520再加一，倒数三天，速播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谁说有钱人不做期货？期货是最佳避险工具。韵达投顾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车怎么开的？看呐！预防2次交通事故有法宝：一、开启危险警告灯，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；二、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；
三、优惠车辆位置，可用手机拍摄机证。四、无人受伤时，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。有人受伤时，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。五、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，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。放、拨、画、移、等，就对啦。回到节目现场来，好，如果今天这个台股呢，这跌死人，那没有关系，这种结构你还是要把它厘清啊，好，厘清啊，该何去何从，你把它厘清了，自然就可以应付自如，好，那这个部分金花波浪战法就有六片的教学 DVD， 有兴趣的也欢迎您赶快来电咨询。那刚好今年度我有开一个这个年度的技术班，哈，这个机会难得，如果这个机会难得，你一定要赶快预约报名，哈，因为这每次呢都是怎样，都座位有限哈，投保这个都座位有限哈，座位有限要赶快预约报名哈，这个部分啊，年度的这个技术班，有兴趣的欢迎您赶快来电咨询，祝大家操盘顺利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YouTube 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听个到、看个到。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钓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算随看，真方便呐、啊。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不管是跟你 online 在一起。光辉的五月，温馨的五月。韵达投顾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，感恩价520再加一，感恩价520再加一，倒数三天，速播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波浪有诀窍，进化才有效。黄老师精研多年波浪理论，首创进化波浪，更胜波浪。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，转动全世界，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。咨询专线27810909，27810909。黄老师波浪操盘术，一套功夫练足，轻松创造绩效，超值2.0，买鱼送钓竿，股市常胜军就是你。咨询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大家好，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。自12月1日启动秋冬防疫专案，请您共同配合以下事项。